Good morning, everyone. I'm Debbie Hu, executive producer for ATF's and Screen Singapore Conference. It is with great honor that we have some of media industry's biggest names with us this year. I'm truly appreciative of all the speakers who have actually taken time out to speak at ATF this year. This especially goes out to Mr. James Wong, who's actually made time for us this year, who is the president of Huayi Brothers Media Corporation, who will be delivering ATF's opening keynote this year. Rising from the East, Huayi Brothers crossing boundaries, going beyond entertainment. Huayi Brothers Media Corporation is easily a leader in China's entertainment business, the first to get listed on the stock exchange from its sector in 2009. Founded by brothers Dennis Wang Zhongjun and James Wang Zonglei in 1994, the firm started as an advertising company. After making the first pot of gold, they decided to diversify the business into film production by investing in Chinese directors Feng Xiaogang and Jiang Wen's film, and gain a reputation by investing in Chinese New Year's blockbuster movies. Their box office alone was above 3 billion RMB, that's equivalent of 491 million USD in 2013. Huayi Brothers Media Corporation underwent a comprehensive expansion into the media industry through investing movie productions, TV dramas, managing talent agencies, music labels, gaming, movie theaters, theme parks, etc. This year marks Huayi Brothers' 20th anniversary, and with that, they have also announced their big plans just 3 weeks ago, moving forward with their strategic partners, which includes Alibaba's Jack Ma, Tencent's Pony Ma, and China Ping An, Ma Mingzhe. Together, they have big dreams ahead of them, crossing boundaries and to go beyond entertainment to excite your imaginations. Ladies and gentlemen, would you put your hands together for our opening keynote this morning, Mr. James Wong, president of Huayi Brothers Media Corporation. This shit, that ice cold, Michelle fight for that white gold. This one for them hood girls, them good girls. 谢谢主持人刚才的介绍。我觉得他已经把我今天要讲的话讲了一半以上。尊敬的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早上好。非常的荣幸可以得到大会的邀请，可以来作为开场的
主讲的嘉宾。非常感谢王总今天来到亚洲电视论坛。王总，非常感谢你刚才之前的一些分享。那也知道说华裔现在今年是20年了，蛮长的一段时间哈。不知道说身为一个领军者，尤其是在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市场当中，身为一个领导者，您做过最艰难的决定是什么？在这20年里面，好像还没有经过太多艰难的决定。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其实这20年当中，在这个3-4年当中的感受是非常的多，因为整个的娱乐的行业有了很大的变化，就是进入了互联网时代。我们在做着一项其实是非常传统的企业，因为像影视的部分，其实它有非常长久的历史了。我们在前10年可能更多的是挑战在中国这样的环境，把影视变成了市场化。那在这几年可能更多的这个挑战是跟互联网的这个对接，跟互联网时代对我们这样传统的影视内容的这个企业可以怎么样可以变得更加的这个与时俱进，更加从容。在这个方面是我们面临很多的这个挑战啊，但同时机遇也并存。也知道说华裔兄弟其实背后就是一对兄弟在一起经营这么大的一个企业，我相信也很多人可能也问了你这个问题，但是我真的很想知道说在这么多年下来哦，总有擦枪走火的时候吧，那如果你们之间有任何的就是隔阂或者是摩擦，你会怎么处理呢？就是你跟你哥哥。哦，这个还挺隐私的哈，兄弟的问题。真的这个可能说出来你可能会不相信，其实我们两个在20年的这个合作当中从来没有或很激烈的这个分歧，这个也是我们两个的这个合作可以非常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哦。所以你是对哥哥是深信不疑？彼此吧，我觉得他也对我会非常的信任，然后我们当中在有一些问题上会有分歧的时候，其实大家更多的是一个求同存异，而且最重要的其实是一个信任在这个当中，就是大家彼此都知道我们实际上是为了这个企业或者是为了某一个具体的事情，其实都是目标是一样的，只是大家可能走的方式是不同。我们俩的性格其实有很大的区别啊，他是一个就是一路向前闯，可能就是这个遇到墙他也会冲过去的那个人，我可能会选择别的方法可以达到目的地，但是不管是怎么样，我们两个的这个配合都是非常的这个紧密。也知道说就是今年大概11月的时候，您就就是华裔也对外宣布说这个人民币的这个36亿定增的融资计划，那与阿里巴巴还有这个腾讯公司还有这个中国平安也高调的入股的华裔，就觉得说这个阿里巴巴以及这个腾讯哈，其实他们本身都属于有自己的这个影业，那华裔要如何去平衡这两家跟你们之间的关系呢？其实在华裔的这个 IPO 之前呢，这两个企业其实都是无论是他们的 leader 还是他们的企业，其实都是华裔的很好的伙伴，很好的朋友来的。就私底下，对对对对对，其实是一个包括华裔在刚才我们看到，就是华裔在IPO 之后其实走的很多的路其实都得益于两位马先生的这个很多的这个帮助啊，包括我们在这个互联网的游戏的部分其实是跟腾讯有非常紧密的合作，而在这个在互联网思维上其实也是跟马云先生有非常多的这个请教跟大家的这个交流。那在11月份我们其实完成这一次的定向增发之后我们的合作会变得更加的密切在这个可能大家可以查到资料当中已经非常明确去在这两个板块我们会怎么样更加紧密的合作至于你刚才提到的，就是说因为所有的现在互联网企业都会向影视娱乐
这个部分去有一些合作或者靠拢，但是他们两个公司其实都不太一样，更多的他们会希望得到像华谊兄弟这样的专注的 IP 公司，专注的内容提供商来进行合作。那这个你刚也提到了，这个经营着娱乐事业其实难免都会有起有落嘛，那要在一个全球最受瞩目的市场中国当中脱颖而出，那持续的就是在票房以及这个市场份额保持领先的地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今年其实在上半年呢，华谊兄弟的这个票房成绩虽然不敌其他竞争对手，跟去年同期相比也其实落后了，那对于其他竞争对手来势汹汹哦，您对这个华谊的前景有什么看法？你说的还是比较客气的，其实是不是上半年，是整个一年，其实华谊兄弟在电影部分确实在对比前三年其实缺少了很亮眼的票房成绩，或者是缺少了一些单片的爆发的票房能力啊，我觉得这是一个事实啊，我也觉得这也是存在在每一个在中国的电影公司会存在的问题。就是这个IP 的这个爆发能力或者持续能力，但是我认为华谊兄弟还是一个非常稳定的跟持续发展的，尤其是在电影的内容的选择上，电影的这个片种的选择上，其实我们一直有非常大的坚持。因为华谊是一个专注于在电影创作跟这个电影未来的这个走向上一直持续于关注包括研究的一个公司，那我觉得可能如果全部是市场走向或者是一种拍摄一些跟风的这种电影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们反而会更加冷静的去为未来的一些 IP 去做一些准备。像我刚才的那个介绍当中可以看到，其实华谊在这个系列电影和这个高工业化的电影方面还是投入了最大的这个热情跟很多的这个很多方面资源上的这个倾斜，这也是因为在2014年我们看到，除了看到这个其他的电影公司有很好的这个市场表现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一些电影当中的问题啊，就是基本上在中国在2014年没有被大家可以非常记住的一些经典的电影作品。可能很多的电影取得了很好的票房，但它也沦为了这个大家后来议论的一些那个对话题的东西啊。我觉得在未来的2015年，我们还是会持续保持我们的高的市场份额的这个占有啊，因为在2015年我们会有17部电影啊将会上映啊，会持续的有非常多不同的电影类型。谈到了，你其实在今天都谈到了蛮多电影，但是我知道说你华谊兄弟就是往前走，不止电影啊，对吧？还有电视。那中国以外呢，这个华谊兄弟给人的印象一直都是电影的。那今年你们就完成了这个所谓的三大板块当中的这个布局，包括了电视、电影，还有这个经纪艺人啊、影院啊、音乐，还有这个娱乐行销，就是由您王总来掌控的这个影视娱乐板块。那您接下来在这个电视方面会有什么样的计划吗？因为在中国的电视的领域，其实这两年的市场的变化也非常大，而且它有一个这个地区市场的一个特殊性，其实就是整个的市场的管控，有的时候除了依靠市场的自然的调节，同时还有一个就是由管理机构来进行调节啊，这个可能大家都会了解到，这个是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一个市场。所以根据这些的变化，我们的电视部门也在不断的调整我们的一些战略。而华谊呢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中国的一个娱乐公司，它里面有很多的板块可以互相的协调。比如在今年的这个电视的娱乐板块当中，除了电视剧之外，电视的这个真人秀节目跟这个综艺节目都变得异常的火爆，而在中国这个板块非常倚仗于就是很大的这个艺人的介入，很多的明星的介入，而华谊是中国最大的
艺人公司。从2000年开始我们成立这个艺人公司，到现在已经跟300多位艺人合作，而现在在中国最活跃的影视艺人其实都在华谊的经纪公司里边。我们可能也通过这样的方式去跟这个电视的新的一种合作的方式也是产生。在今年最高的收视的电视节目现在还在播出啊，就是这个《奔跑吧兄弟》，其实几乎所有的参与的艺人都是由华谊兄弟来负责来那个合作的。对，然后在电视剧的部分我们也是开始在已经持续了几年的这个以制片人为核心的这个工作室的这个层次上也开始发生新的变化。因为艺人也可以产生很好的 IP， 然后很好的这个新的这个电视剧的内容的这个产生在这个方面我们其实都是多方位的在发展我们的电视的板块。我就等你说这奔跑吧兄弟，所以我要问你这个你知道现在模式在中国很火吗？我们知道所以呢你刚刚提到说，因为我们知道今年年初就是爸爸去哪儿在中国不是很火吗？去年今年年初就光线也就做了爸爸去哪儿的大电影，所以呢我就看到说其实最近今年王总您跟这浙江卫视也走得特别近的不只是由您的艺人出现在奔跑吧兄弟，那您自己也出现在了爸爸回来了里面。那就想知道说就先说这个奔跑吧兄弟吧，我想知道说这个接下来这个大电影这个奔跑吧兄弟会有着落吗？就在您家因为奔跑吧兄弟的这个电影已经其实结束了拍摄我们在做这个电视栏目的这个创作的时候其实已经想到了它的电影的这个衍生。因为在中国现在电影院已经变得越来越活跃除了可以看到这个高品质的工业化的影像作品之外互动的部分的电影也变得非常的活跃在这个电视栏目前两期之后我们从数据当中看到它的高收视率以及这个高讨论度，我们就已经决定了这个栏目的衍生的这个电影会来做。那有电影的部分了，已经拍摄结束了。对已经拍摄结束了，对，是在经上一周刚刚结束的拍摄的部分。对谢谢您的分享那另外呢，其实呢我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也刚刚提到了这个亲子节目嘛，爸爸回来了，其实我也是一个忠实粉丝那相信呢您这一次感受到了，我觉得有一点就是这个互联网粉丝对您在节目当中的表现最直接的反馈，就是比如说在第一集我记得在节目当中您非常的忙碌几乎是这个手机不离手的然后呢是没有时间陪你的儿子弟弟 William that's actually James son called William 沟通。那在节目的这个后续我们发现说您有进步的时候我就在想，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粉丝的反馈真的您真的在乎吗？那然后对这个互联网这股你看不见的势力您有什么想法？有想过说这其中的粉丝效应如何将它转为这个赚钱的模式呢？我觉得我个人就不要依靠这个来赚钱了我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巧合的原因去参与了这样的一个电视节目的一个拍摄，一个是跟这个浙江卫视的这个台长我们两个私下的关系很好，他要做一个，其实他这个节目也是很尝试性的，他也放在了一个非黄金的一个时间来播出，然后也是一个他们很由电视台来自主，其实他并不是由一个这个高关注的 IP 来改编的，是他们一个原创的节目，这非常需要我们的帮助。那这也是我的第一次的这个参与，其实我也怀着一个想法，就是通过这一次的参与会不会对就是电视节目这样的一个生态有一个亲身的部分。就像我在1998年开始拍摄第一部电影的时候，我也参与了那部电影的拍摄，导演的电影，对，我都用这样的方式去进入一个行业确实还有趣但是电视栏目给我带来的这个影响是比我想象的要更多一些或更丰富一些。就像刚才你提到的，就是跟这个粉丝的互动跟互联网的互动，我在上了那一期
到两期节目之后，我的这个微博就是 Twitter， 中国的 Twitter 的粉丝量从这个500万变成了这个800万。是跟您还是跟弟弟呢？就是威廉吗？还是您？对，我自己的这个粉丝量增加了300万这样的一个数字。对，然后我也是通过第一期看到了非常多的人跟我互动，就是说，如果你不是很爱你的儿子，你不用上这个节目。然后我发现其实我是非常喜欢我的儿子，也非常愿意跟他交流。啊，通过这个栏目的播出，像一面镜子一样，反射到原来我在生活中是这样的一个，匆忙的人，一个繁忙的人，其实很少会有机会跟自己的孩子有非常多的这种交流。所以在之后的节目我改变了很多，然后我的孩子也改变了很多。确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看到了很亲密的一些互动，是我们在第一集里面觉得说，王总是不是真的这么喜欢他儿子呢？哈，不知道说，因为知道说华谊兄弟其实做了很多的电视剧啊，就是 drama 的部分，不知道说模式啊，甚至是其他的综艺这样子的，华谊会尝试吗？今年会，2015年会做，现在我已经有非常多的选题非常多的选题，可能也是透过。刚才你提到像我个人参加，包括像这次奔跑兄弟所引起的这个效应，其实非常多的电视台现在已经开始希望跟华谊有一些原创性的这种电视节目的一些制作。对中国市场上这个电视内容或是互联网的这个自制内容大战，你有什么看法？那就说，既然这腾讯是华谊的这个战略伙伴，那对您来说呢，您会如何选择目前的这个局势，将它转为华谊的优势？谢谢王总。就是我觉得现在互联网的这个已经变成了大家一种生活的方式，然后其实有很多的不同的这个反应啊。很多的声音，有的是会觉得夸大了这个互联网对我们生活的这个影响，包括对我们这些传统的这些娱乐行业的这种影响。但是对于我们从业者来说，更多的是会觉得需要去用拥抱的这个心态去来接受这样的方式。包括电影电视，其实更多的是一个互动的一个部分的改变互联网其实用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去来介绍它对我们的变化，其实就是使它变得非常的快速，或者更加的直接和原来我们去拍一部电影，或者我们去做一个电视剧，其实往往是用很传统的一种播出的方式去跟这个观众有互动。那现在基本上在你筹备跟拍摄的过程，其实已经开始进入到这个互动的环节然后我们跟腾讯的合作当中，其实利用了腾讯的这个客户的这个高粘着度以及他的年龄阶层我们其实在一起做了我们的新影联盟这样的一个粉丝的平台，其实是跟影视做了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粉丝互动的一个嫁接，希望它可以成为一个非常成熟的平台，可以帮助到影视内容未来的这个整个的开发。进入到开发阶段的时候，粉丝就开始进入到我们的互动。那我们呢，就是现在就已经进入一个全新时代了嘛？那观众其实几乎已经不分平台，这最主要的就是这个内容的价值。那对您来说，这个内容拍摄的模式还重要吗？就是一定是要电视、电影、网剧、自制剧这样子吗？重要吗？我觉得形式可以多样化，但是在创作的部分，我觉得创意的部分还是应该是非常的认真跟严谨的。因为虽然大家都会看到这个电影整个影视娱乐的这方面的它的这个娱乐性它的这个互动性，但同时它也是在这个娱乐产品当中最具备这个艺术性的一种产品所以它是需要非常好的这个创意，非常好的这个制作的部分才可以去创造出它的这个产品类型。
所以我觉得形式上应该它的互动性可以更加的强烈，但是我觉得形式它应该是还是非常的非常的这个正式的去来做，这也是我一直坚持的事情。所以您认为说拍电影还是要拍电影，电视还是电视？是。那其实我们看现在整个这个娱乐圈的这个形式呢，现在身为一名艺人哦，我们也会看到说，他们其实不只是艺人，也当歌手，或者是还当上导演的。那而这个内容也有说，为了电视、电影啊，或者是网上的这个自制剧，只要是观众爱看、有收视率，这档内容就算是成功了。您说过一句话我记得在一个访谈当中，您说对于现在是中国年轻导演最好的时代，不知道您指的是什么呢？其实最大的部分还是给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市场因为我觉得市场才会决定于你的这个你的这个创作活不活跃因为确实在中国不管是电影电视演出各个部分都提供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市场，我们刚才也看到了很多的数字，这些会给创意者提供很活跃的一个创作的一个氛围。这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个因为它的高速的成长是我们整个这个电影的工业或者是娱乐的工业，其实在创意的部分其实都反而是比较落后的这个落后就会造成了让很多人都可以参与其中包括我们刚才提到了我们很多的这个高票房的这个电影现在都产生于这个这个明星来做导演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中国特色的一个现象。我们那天在做一个统计的时候发现在中国的前十名的就是电影史上前十名的这个电影票房当中，现在只有两位导演是职业的这个电影导演，其他的都是由演员来变的而且其中还有一部是由电视栏目导演的电影成为前十名的这个票房。所以这些有趣的现象都是由这个非常快速这个市场来决定的。因为我知道说在明年你17部电影当中有一部也是冯小刚导演也会当演员的是吧？是哦，这个信息你已经知道了。我们可能是在12号会做这部电影的第一次的发布。对，期待。那我知道说您一直都非常努力，尤其是在艺术和商业上保持这个平衡的。那考虑当时的这个市场的状况，那基于在2015年，我听说您也将要推出《失孤》这部跟刘德华一起就是拍摄的这部电影。可是《失孤》它其实并非时下的这个流行那这个题材也相当严肃，甚至是也可能也有一些些许的沉重。那您觉得说他能在目前以年轻人为主流的这个内地市场上能找到观众吗？其实中国现在的电影观众群是非常年轻化的，但这个年轻化并不代表他们的选择的单一化我觉得这些年轻的这些观众会随着他们的这个随着他们的成长，其实对电影有非常多的需求非常多的这个电影类型的需求。而且对于一个电影的工作者跟这个电影企业的领导者，我觉得也有责任，其实很多不同电影的类型，不同类型的电影那我觉得《失孤》其实它是一个基于很社会话题的一种现实主义的电影反映当代的一些社会的一些现象。那我们其实努力的，包括像你刚才提到，我们是跟刘德华先生合作，也是使得用明星的力量来博得这样的电影类型的一些关注，希望可以取得非常好的这个市场的反应还有社会的反应，这些都是需要的。我们看到一些统计的数字，在中国这几年的电影当中票房的比例跟电影类型的这个比例，其实跟成熟的电影市场，比如说像美国市场跟欧洲市场有非常大的不同就是在中国的电影在这几年当中就是最
最高的票房比例当中，其实没有剧情片这样的一个类型，就没有 drama 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表现啊。那我觉得这个也是90后观众现在成为一个主导人群当中会出现的，而这些人其实他们都有很好的教育背景，未来他们其实对电影的选择会不断的成熟啊，未来的几年其实中国的电影类型就会与这个整个世界的成熟的市场会趋同。所以我们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很投机的一个电影公司或者是一个投机的电影投资人，所以我们还是会非常的为未来去想，像师姑这样的电影也许它并不是时下最时髦或流行的，但是一定它会是最有生命力的一种电影。好，那王总，我可能想问您最后一个问题。那我知道说其实今年2014年对华谊来说真的是一个起起落落，但是也有让人高兴的事情，尤其是最近的一些发布啊等等这样子。那不知道说对于当然你们也发布了很多的你们的接下来这5年的计划等等的，但我想知道的就是说您对华谊接下来的这个内容板块的部分啊，您的愿景是什么？那你最希望是能够看到哪一些变化，甚至是可能我们现在可能还看不到但是您可能已经看到或者是察觉到的地方吗？其实一个企业做愿景做规划都很正常的，但我跟中军其实一直有一个原则，就是说我们很少会做2年以后的安排，因为这个时代是一个高变化的一个时间，其实有时候做很远的计划其实对现在其实是不合时宜的，而且也是其实就是一个编个故事给大家，我们觉得更愿意脚踏实地去做些事情。14年对于华谊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厚积薄发的一年啊，我们这一年做把我们整个公司的这个结构做了非常大的调整，在2014年之前是以这个9个不同的内容生产板块作为我们的这个机构的一个架构，那现在大家看起来我们把内容板块合并成了我们的一个影视娱乐的一个板块，其实它更多的是整个企业的一个发动机，它是一个 IP 内容的一个产生体，但是我们也有新的2个大的板块，其实它们之间的互动目的是为了我们最基础的内容板块可以有强大的生命力跟这个衍生的价值。在中国其实很多电影公司或者一些独立的电影制片可能拍一部电影他们的这个市场周期就结束于在票房就结束了，大概90%都是在票房这就结束了，而华谊可能是唯一一个现在思考可以如何把这样的一个 IP 可以延伸到非常非常长的时间。所以现在不只是要只看完电影赚钱，就想说电影之后对吧，我觉得赚钱是一方面，更多的还是可以让很多的这个观众或者是一些消费者可以在电影的乐趣当中找到非常长的一种互动。好，非常感谢今天王总来到我们亚洲电视论坛，也真的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抽空来到新加坡。好，谢谢谢谢。Thank you very much for coming to Asia TV Forum. Thank you, Mr. James Wong.